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可以啊 ，nice 啊。中路有人能来守塔吗？中路有人能 T 吗？这个塔守一下。这么多人是吗？
徐宁刀被他林肯挡了呀。休息啦，休息啦，拜拜拜拜拜，嗯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。辣帮我报仇兄弟，哎，能摆有摆，马上引刀好了。哎，他什么装备都没有，好吧，给个讯息，什么装备都没有。哎，有眼，有真假眼。法魔主要是被抓一下就死，太脆了，打的就跟 Tinker 一样，爆发无限高，但血妈怕被抓。对，大晕跳那个超魔的呀，那个。
救救我！很关键，很关键，牛逼！哎，学到没？哎，要这么用啊，前面用错了。你怎么看啊，兄弟？我觉得我线没法跟他打，他就一二对点，一直放激光加导弹，六级再刷新，没来回没血直接踢回家，然后完了之后再继续给我来这一套，我根本没法跟他打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打，真不知道。好，雪木能来下吗？
看到伤害了吗？我站出来了。我操，听卡没人气啊，得有一个人把听卡切了，听卡切了就好打了，感觉先做个金箍棒吧这一把。来来来来，杀杀杀杀杀骷髅杀骷髅，有没有什么能宰骷髅的点？对对棒有吗？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。人不齐啊，踩一下，踩一下就打赢了，我操，有点亏。哦，好，这个大牛太关键了。这波你知道最牛逼的是谁吗？大牛。我操！哎呦，我没了，他妈的！减速到我直接跑不掉了，操！我 A 得到对面，只要跟大牛，这个大牛上去了，我也 A 得到对面，对面应该打不过我们。这减速太狠了，这减速，他减速减到了我走不出来。拿把枪，拿把枪。
看到吗？我出圣剑，他就这么杀我。翻了翻了翻了，前期这把真挺烈的，主要是打这个Tinker对线对不了，不过还好这个Tinker玩的不是特别厉害，他要玩特别厉害应该就炸了。